嗱，最近咧就發生咗一單網絡保安嘅大新聞啊！咁咧就維基解密咧就指 CIA 咧就話佢入侵咧世界上好多嘅即係智能裝置，包括有電視啊、手機啊、手機 apps 啊咁樣。嗱，所以咧佢影響都幾大嘅。今日咧特登咧就請嚟香港資訊科技商會嘅資訊保安召集人范建文Eric 啦，同埋咧就有電腦保安研究員啊賴卓東，咁咧就 Anthony 一個專家咧就。上到嚟咧，就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一方面嘅。嗱，两位，我想问下啦，呢单大新闻你哋有冇留意到先？首先，你有冇留意到 Eric？ 梗系有啦，点啊，Eric？ 好大镬咯！系。我想问下咧，CIA 呢、這个即系俾人哋咁样话佢，即系入侵好多嘅 device 啦，其实会唔会连香港呢个地区都波及到啊？我讲先啦。咁其实个问题系。早排你睇到啱啱有 ISIS，跟住話要培育一啲即係疆獨人士，跟住去攻擊係。大陸嘅係咪？咁其實喺美國嚟講，我覺得佢做呢啲監控係因為佢要做反恐嘅目的，好多時間做反恐嘅目的，佢先會做呢樣嘢。咁你問我會唔會睇香港呢？咁未出ISIS 話培育啲下一代去攻擊去恐襲中國之前呢？我相信未必會嘅，但我睇完嗰係，段冇新聞，錯。我覺得會開始會睇多啲，即係中國同香港呢個地區係會喎，多始啲。終我哋都係同一個即係國家地區咁樣，所以都可能有少少機會俾佢都係考慮到嘅目標之一喎。同埋相對香港咧，其實你諗下咧，係入境出境係易好多，即係如果唔係當年 Snowden 都即係佢嚟香港啦，咁所以我諗未必佢哋一開始係 target 香港人。但係 Whatabouts 有一個人真係佢 transit 嘅時候經過，咁我諗其實佢做緊呢樣嘢就冇話淨係邊一個國家，而係佢想有一個能力，就係佢想去邊，佢想睇啲乜，佢都會想佢有呢個技術去做到咯。咁所以你諗下，連電視咁佢都搞埋，咁都真係係都好犀利。即係其實香港人都有，即係理論上其實佢如果對某一位特別有興趣咧，佢都可能可以即係入侵到都唔定嘅。但我想知道多少少技術上咧。究竟個先決條件，中招嘅先決條件係咩呢？係我已經係 by default，任何人佢都可能可以入侵得到啊？定還是我要做錯少少嘢嘅？即係一定係有一啲嘢俾有啲把柄，又或者我即係做有啲錯誤做咗過，譬如話裝嗰啲唔知咩程式啊咁樣，先至可以係入侵到呢？我本身係做電腦嗰啲病毒分析嘅，咁其實呢。頭先你講，如果係 CIA 去入侵或者所講係去監控咧，就你係唔會知嘅，因為點解咧？佢係揾咗一啲叫做零天嘅漏洞，我哋叫 zero day。咁即係話基本上嗰啲零天漏洞咧係冇公開，亦都未修補。例如話我而家用緊部手提電話咁樣，可能我最 upgrade 到最新嘅10.2.1或者10.1.2咩都好啦。咁但係可能已經係有個漏洞，佢本身係有個研究團隊係揾咗呢個版本嘅，例如 iOS 或者 Android 嘅漏洞。然後就用呢個漏洞嚟跟住去監控。咁你問我，咁佢中間你會唔會知咧？係唔會知嘅，因為甚至乎用咗漏洞裝一啲軟件或者可能再去做監察係唔知嘅。但係個先決條件就係話佢要知道你係邊個人先啦。咁但係就要諗下啦，點樣可以知道你邊個人咧？係咩人咧？咁呢樣嘢就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 point。哇！即係無聲無息，又好似俾你講到係，即係冇得預防咁樣喎。除非我唔用嘅啫，即係係咪咁咧？唯一嘅可能性避開呢一啲 zero day 類別嘅，就可能係我唔用，完全離開個網絡咁樣。不過其實而家好難嘅，即係講翻你諗下有乜可能你可以完全唔經過個 network。同埋我諗有一個 point 就係、是，即係而家我哋成日講即係大數據，咁而家好多商場其實有曬 CCTV。甚至我啱啱今朝做一個早餐會，咁佢哋一個 sharing， 佢就話澳門一啲賭場，佢直情有啲 high end 嘅 CCTV means 咧，你譬如我入到個賭場，其實佢係有方法 identify 我去咗邊個廳，走咗入間酒店房，佢會知道曬，因為 in case 我其實係老千，我喺嗰張台做咗啲壞事，咁佢要去揾我嘅時候，佢要好快 identify 到。咁 Google 啱啱 release 咗個 intelligence API， 就係話佢一條片裏邊，佢會可以分析到有隻狗出咗幾多次。有啲陸地出咗幾多次，咁我諗其實開始個 intelligence 係越嚟越叻咯。咁變翻去翻頭先阿 Anthony 講，其實 zero day 真係嘅，即係你都未知嗰樣嘢發生嘅時候，你點 prevent 啫？咁但係譬如我記得我哋睇即係 Snowden 嗰陣時啲 documentary， 你見到佢有用嘅，
即係佢冇得唔 connect to 個 network， 但係佢好小心，佢會有個即係 label 貼住喺個 mon 喺個 IP cam 前邊啦。佢有曬encryption 去做 email conversation， 甚至佢係揾張被冚住自己。即係我哋唔知道究竟實質嘅功能有幾多少，咁但係 at least 即係佢做咗出嚟。咁我諗我哋自己要諗下啦，我係咪一個 high potential？ 可能佢係因為佢成日分析人哋啲惡意軟件，可能嗰個係政府做出嚟，咁你破解咗就麻煩啲。咁但係即係危機就喺度。咁但我覺得除咗 Zero Day 依個就可能你講得啱嘅，我要揾到你，你就都幾難就一甩㗎啦。咁、但係有一種即係譬如有一種漏洞，就係可能我並唔係真係好想去揾 Anthony 嘅，但係佢有好多漏洞。咁我係一啲低手啲，哈哈，我又好想睇下佢部手機有啲咩相喎。咁佢就會去透過漏洞去揾。所以有時並唔係下都話，咦？如果有人對我好有興趣，嗰、那個係國家級，我就冇辦法啦。咁但係依個世界唔係淨係指國家級嘅 attack， 可能係一啲即係其他嘅 attacker。咁我諗呢個 Anthony 又可以 share 多啲。係，明解。睇嚟都真係幾難去預防避免。嗱，我哋今 part 講到呢度先，下一 part 翻嚟咧就再講一下作為一個手無寸鐵嘅平民，有啲咩可以盡量都做一下啦。